看看新闻网。前面就是有两位选手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我们也可能多多少少担心了一下，怕哪里出错，所以心里想的就是要安全一点。欢迎祝氏兄弟。在昨天的比赛里面，我们终于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悲情的祝氏兄弟，但是现在的赛制又把你们逼到了一个角落里。那两组组合同积八分，那两个个人都是11分，你们的分数必须高于8分才可以坐上去。如果同比8分，就要等待评委最终的决断，而如果低于8分，你们会直接离开。海哥，我就怕你讲这个，因为分数固然很重要，可是我们怕影响了那个心情，所以真的不敢去想那个分数。来，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来来，5、6、7，我们选7号，因为它也是我的幸运号码。7号分值里面的歌，会挑哪一首呢？我们选择听海。听海，听海，祝你们好运。写信告诉我，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？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。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夜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海未免也太多情，悲泣到天明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原因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似乎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悲情的注视。孙楠，其实之前的心如刀割嘛，都比这首歌唱得好，特别是在情绪跟音准上面都差一点，特别到副歌的音准噔噔噔噔噔噔，是拉长音的部分中间掉下来。对，所以并没有是你们的正常的水准了。谢老师，来，现在这首歌起评分7分，小松，红灯减1分，白灯加1分，不加不减。舒俊，加1分。谢老师，谢老师。校长，不加不减。宇哥，不加不减。丹南，不加不减。我。也是8分，所以在那个台上就有3组8分。朱氏，请先到那边。谢谢。